当女人遇到最讨厌的事，果断反击，出奇制胜。她知道我家在哪，她会假日你只要出门，然后她会出现在你家门口，就用脚踢她的脸。哇，这么帅！我没有踢到她哦。我要跟你分手！不要惹我！不要惹我！感觉正疯哎，我看到有，没有，她也有闻到。有淡淡的嫌疑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Hello， 你有事吗？